箱子放这儿吧。嗯，大志，哎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 怎么会这样？在战争中，能支撑我们走下去的，除了信念，也就是感情了。真不知道，宁小失去楚姑娘之后，能不能撑下去？ 还没有动静。从我们离开上海开始，他就没有吃东西了。我去给他弄点吃的。 都肉洗好了。哦，已经一天了。他是林啸，应该没那么容易被打垮的。 这次不一样。如果是你，你最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会崩溃，身无所恋。可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往前走。如果都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，那继续活下去。 有什么意义呢？况且林啸还经历了两次生离死别，换作是一般人，早就崩溃了。
不行，我去看看他。你去有用吗？不管有没有用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有这么多人等着跟他同生共死呢。这熟了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又不会做饭。哎呀，没想到做饭还这么麻烦。你从小就舞刀弄枪的，什么时候做过饭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不会可以学呀。哦。哎。 为了林笑，对，为了林笑，我们接下来放什么？放哪个呀？啊，这个吧。是这样吗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呦，这哪着火了吗？没着火，梅姐做饭呢。素梅会做饭，是给林大哥做饭的。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去吧。天哪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么大烟！我们在炒菜。我来吧。你会做饭？我会一些。啊。那谢谢。梅姐，看什么看？没有。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梅姐会做饭是吧？没见过，不知道之前也不知道给谁做的。他还好吗？嗯。林笑，开门。林笑，我是苏梅。你都很久没吃饭了，没什么胃口。林笑，我知道你为楚玉的死伤心，我也一样。就算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过，那也是我的亲姐姐。可你不是说过，人总得向前看？在上海的时候，你说为了楚玉。你不会被打垮。可是现在呢？你是林笑，在我们心里，你是英雄。放心吧，我待会儿吃，好吗？嗯，好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一定吃。好吧。但是林笑，你记住，英雄是永远不会倒下的，没有人能打垮你。嗯。除非你自己。你放心吧。记得吃饭。林笑怎么样？他没事了。太好了，你确定吗？他要吃饭了。能吃就行。大志，林笑喜欢吃什么？吃素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还以为他爱吃肉。哦，好吧。那我想想下一顿给他做什么。嗯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别想那么多，你去陪苏梅吧，我找她。嗯。进来。
你还好吗？坐。哎呦，苏梅，这一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，你怎么不吃啊？ 吃不下，那你为什么要骗他？我没有骗他，我是不想让他担心。只因为他是楚玉的妹妹，不想让他担心，那你就应该振作起来。能吗？为什么不能吗？如果失去了沈队长，你能吗？ 但你现在这样，就算楚玉在天上，也不会放心。林萧，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你自己，因为我们还在呢。我们是你的兄弟，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能就这样把我们这帮兄弟丢下。 你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更何况，就是因为楚小姐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林萧，你更应该珍惜眼前人啊。苏梅是个好姑娘，她喜欢你，她对你好，所有人都看得到。 你想想，在这个战争的年代，她是个女孩，难道你不应该给她一些温暖、一些关心吗？我今天说这么多话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进去。但是林萧，我希望你明天走出这个门之后，我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苏梅。 苏梅，你学的挺快的嘛，我做饭还是有天赋的。嗯，狼哥，嗯，你记住别放肉，一点都别放。嗯，哦，记得把菜切的细一点，林笑这么长时间没有吃饭，太粗的话胃会受不了的。嗯，对吧？我去问问林笑，他喜不喜欢吃蘑菇，要是喜欢，我去山上采点。哦，你能先帮我看着吗？好，你去吧，这里交给我，谢谢。 苏梅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问问林笑喜不喜欢吃蘑菇。哦，你不用去了。不用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了他也不会吃的。不可能，他刚刚还说要吃呢。他只是怕你担心他，应付你而已。什么？不会，他说他会吃的。他怎么骗我？
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对不起。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担心。你这是在欺骗你自己。你说过，你答应过楚玉，要好好的活着。可现在呢，你就像一具行尸走肉，你这不光是在欺骗自己，你也在欺骗楚玉。你这么做，你忍心吗？楚玉在天上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苏美，你说林萧在上海的时候情绪还是正常的。除了楚玉死的那天晚上之后，他虽然很沉默，但至少没有像现在这样。与自己最爱的人经历生离死别，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。何况他还经历了两次，再坚强的人都会撑不住的。可是为什么他在上海的时候没事儿？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拎着个箱子？是。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一些楚小姐生前使用过的物品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正是楚玉的遗物，成为压垮林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上海沦陷，南京沦陷，中国300,000同胞被敌人屠杀，楚小姐生死未卜，孙瑞牺牲，虎子牺牲，柱子牺牲。这一年里面，我们身边失去了这么多的人，可是你们看，什么时候林萧被打垮过？没有。反而我们每一个人在痛苦、失望、绝望的时候，都是林萧领着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他在我们眼里像是一个永远打不垮的铁人，可是大家伙有没有想过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感情，有痛苦，有悲伤的时候。现在他撑不住了，我们作为他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挺身而出，为他分担一些压力？那林萧怎么办？就这么看着他不吃不喝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他能重新站起来，身体也垮了。他不会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林萧。小儿在哪里？关在偏房。我记得有句俗话叫人心多变，以前我还不太相信，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果然如此。一个女人，我对她一直礼尚有加，没想到她竟然如此阴险地暗算我，真是该死。家主，如果不想让这个女人留在世上，属下马上就去处理。不，欺骗我的人不会死得那么容易，我要让他后悔他所做的一切。你让他换上戏服，我要看他表演。嗨，
再这样下去，林啸就真的垮了。你要不要再去跟他谈谈？这是他自己的心魔，只有他自己能驱走。别人就算再着急，也无济于事。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，我得去看看。咱们去吗？苏梅是楚玉的妹妹，长得也一模一样，她去应该比我们有用。林啸，你怎么了？林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难过了。想不起来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什么想不起来了？你告诉我，让我帮你好吗？我之前和楚玉在一起的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我都记得。可是现在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越是努力的去想，可他的样子越模糊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楚玉希望你能像从前那个林啸一样坚强勇敢，他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他希望你能振作起来。你看着这些东西，只会让你伤心难过。你要忘了过去。别说了，你先出去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好吗？我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和你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。别难过，小二姑娘，齐川先生要见你。他要杀了我？不，齐川先生刚刚伤愈，他非常想念你的天籁之音，想让你为他单独表演一次，还为你准备了戏服。拿过来。怎么，小二姑娘这是不愿意吗？不，我去。那好，
有劳了，我们等你。走。云立功，等我为你报仇。林啸，还没走出来吗？爱之深，思之切。看来林啸这一次想走出来，真的不容易。他会的，萧水寒说的没错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林啸。但愿如此吧。今天杀不了你，我明天还会杀了你。你已经被我占有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你以为你占有了我的身子，你就占有了我全部了吗？你错了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杀了你。没有用的，你没有选择，你必须臣服于我。呸！来人！有，带走！哎，放开我！我早晚会杀了你的，我早晚会杀了你！大佐，您没事吧？情况怎么样？依然没有进展。今天是我们扫荡的第三个村子了。既然这样，就接着杀下去。那些中国军人不是号称保家卫民吗？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民众是怎么死在我们的枪口之下。嘿，
美秀，你怎么了？你又喝酒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也答应过大家，要重新振作起来吗？ 现在这样，不光是他欺骗我，你也在欺骗楚玉。楚玉死的时候，你不是答应过他会振作，会好好的活着吗？可你现在呢？你现在这样，就像个可怜虫。楚玉如果看到，他也不会原谅你。 大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狼哥，鬼子又屠杀了红阳村，村民全部被杀了。这群畜生！飞雪，苏梅呢？嗯，应该马上就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先开会。嗯。林萧好点没有？ 不是说要开会吗？现在开始吧。你们看什么？我没事。过去都是林啸拿主意，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加上这一次，鬼子已经整整摧毁了三个村庄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坐视不理了。 可是这次很有可能是鬼子故意为之，或许他们就是在逼我们出手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就让我们坐视不管吗？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同胞被鬼子屠杀吗？身为军人，我们应该为国为民，如果我们这样无动于衷的话，又怎么能自称是军人呢？好，我听你的，苏梅。 林啸还没有恢复，需要有人照顾，你就留在家里好好照顾他。这次行动，我跟飞雪去收拾鬼子就行。既然我们相信，林啸不会那么轻易的倒下，那他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
所以你好好照顾他。飞雪，咱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作战计划。嗯，你跟我走。好。陈留村、杜家屯这两个村子已经被日本人连续扫荡了。飞雪，怎么了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第一次看到你是什么样。什么样子？那时的你，年少得志，趾高气昂，看起来目空一切，所有人都不在你的眼里。是不是很让人讨厌？那现在呢？现在。现在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你现在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其实你已经不需要我的保护了。你错了，我需要。飞雪，如果没有你的陪伴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到今天。还有，你不是答应我要一直保护我吗？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，就算陪伴，也只是一段路程。人生就是一段旅程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你的陪伴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，你就算不保护我，我也需要一个旅伴。那我就尽可能陪你走远一点。苏梅说的对，楚玉喜欢的是个英雄，不是整天无病呻吟的废人。我现在的样子，就算楚玉还活着，也会被他嫌弃。楚玉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沉迷在过往的悲伤里，从今往后好好活着。我知道你没走，你就在我的心里。这块表会记录未来咱们俩一起走过的时光。兄弟们，这里是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土地，而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。我们是军人，如果我们再没有任何行动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军人的这个称号？又怎么对得起我们死去的同胞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他们屠杀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就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们的同胞和我们死去的兄弟姐妹。是至死杀敌，祭奠同胞。是至死杀敌，祭奠同胞。我们一起用最后一个点
则血迹。如果我也荣幸战死，我身后还有兄弟，好兄弟铺天盖地，向着自由我们前进，向着胜利我们前进。山河雪景。